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欢迎来到冰冰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冰冰娱乐现在开始。转眼就已经跨越2020，来到了2021。近日有媒体评选出了2020电视剧大赏人气女性角色，其中迪丽热巴、李沁、谭松韵、袁冰妍、鞠婧祎、宋茜、金晨、杨超越、虞书欣进入到了 TOP 10。第一名白凤九由迪丽热巴饰演。说到迪丽热巴，我想大家都知道，今年她的相关影视作品一共上线了两部，分别是《三生三世枕上书》和《幸福触手可及》。要知道，这两部剧不仅得到了国内观众的喜爱，就连国外也是一度达到风靡的状态。相信不管是哪一部电视剧，也一定都有让你有种记忆犹新的感觉吧。也正是因为如此，迪丽热巴在2020腾讯视频电视剧最具人气男女演员的评选中获得年度最具人气女演员，人气指数达到了7497。那么此次电视剧大赏中，又因为白凤九一角，热巴被评为人气女角的 top one， 足以可见对其作品及演技的肯定。第二名马摘星由李沁饰演。李沁这一年的作品也不少，前有《锦绣南歌》在一起，后又有《狼殿下》，可以说是今年的霸屏女王。尤其是在《狼殿下》中饰演的马摘星一角，灵动可爱的那股劲儿赢得了一部分人的喜爱。第三名楚玄机由袁冰妍饰演。参演过《老九门》丫头一角的袁冰妍，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跟观众见面，今年一下子就上线了《江夜二》和《琉璃美人煞》两部作品。在这里呢，特别要说一下的是《琉璃》，从开播到结束再至今，几乎仍然随处可见网友对楚玄机的议论，因此位列2020电视剧大赏十大人气女性角色的第三名，着实不亏。第四名李尖尖由谭松韵饰演。作为一个对以家人之名情有独钟的剧粉，谭松韵饰演的李尖尖真是羡慕死我了，不仅有个那么疼他的老爸，而且还有那么护他的小哥。当然了，最重要的还是李尖尖这个人物性格着实太招人喜欢了。迄今为止，我还深深地记得他第一次来地下向全家人宣布的场景，不知你们是否还记得。第五名傅荣由鞠婧祎饰演。鞠婧祎2020也有两部作品亮相，即《如意芳菲》《漂亮书生》，其中在《如意芳菲》中饰演的傅荣，虽然被网友吐槽为半永久式造型，但还是收获了不小的认可。第六名袁今夏由谭松韵饰演。袁今夏这个名字我想不用多说，大家也都知道是来自于《锦衣之下》。虽然说该剧其实2019年就开播上线了，但时至今日依然是很多人的心头好。从第一次她跻身2020电视剧大赏人气女角第六的位置就可以看出，大家对袁大虾是多么的喜欢了。同时也必须夸一夸谭松韵演的是真好。第七名凤舞由杨超越饰演。凤舞一角来自于且听凤舞。凤舞一角来自于且听凤鸣。众所周知，杨超越算是新人演员了。此次他能够超越前辈以及同辈的小花，成为2020电视剧大赏人气女性角色 TOP 10中的一员，真可谓是可喜可贺。第八名贺凡星由宋茜饰演。宋茜在《下一站是幸福》中饰演的贺凡星精明干练，在剧中和年下小奶狗的恋情引起了局里局外的热议。第九名蔡明敏由虞书欣饰演。与贺凡星来自同一电视剧的蔡明敏，剧中凭借非常有特色的小个性吸引了一大批的粉丝。那么作为新生的力量，虞书欣此次能够排位第八，可见蔡明敏这个人物被他诠释的也是非常的好，未来可期。第十名沈清河由金晨饰演。因参加乘风破浪的姐姐和女儿们的恋爱被大家再次关注的金晨，今年因和李易峰搭档的隐秘而伟大的播出，沈清河一角得到了大家的喜欢。综上，你喜欢哪位人气女角色呢？有没有你认为演得比较好但没有进入前十的角色呢？吃瓜不停，娱乐不断，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如果您喜欢我们频道的话，请给出您宝贵的赞，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